说我们现在去干嘛？我们现在去医院。去什么医院？牙医。为什么要去医院？因为你打到我的。前几天被我们的子墨老师拐子了一下。好的，对不起。我来回忆一下现场的状态状况。五局三胜，然后21分一局，关键场次的关键球，张子墨进攻，老肖去防守。整颗碎了，整颗没到碎。医生在拆的时候，整颗是粉碎的。要不是子墨，我没有一颗心呀。就是他，没有。其实你是在摆脱他的防守。哥的防守非常的凶猛。对对，哥的太关键球。我的错。防守。哥，你打球受过的伤多吗？我头缝了4次吧。四次。这边两个。额头一个，下眼一个。就每一次受把你弄伤那个人，他现在还好吗？就是草已经长这么高了。还好呀，还好了。我觉得打球受伤难免，真的是难免。难免。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当成一个火气吧。嗯。用实力去证明。你如果害怕受伤，你打什么球嘛？对。你怎么做出每一个完美的动作？对。加油，哥。走开。之前就是打过桩的，上次跟那个罐碎掉一局，然后我又接了一局，嗯，不能再留下了。全心你也没有必要一直这样学了，可以打球了。你不练一下上篮的时候露出你的牙吗，哥？